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请问老师是单身吗？对。那我可以算你。可以。Honey， 英英 ，Honey，Hone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同学好，我是 Honey。Honey 老师什么星座？金牛座。请问 Honey 老师教的是什么呢？钢琴跟小提琴。哦，是啊。你以前被名师就是拒于门外，但是两年后的时候你就打他巴掌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，妈妈觉得我看起来好像很有天分，小时候都会买一些小玩具是跟音乐有关的嘛，小鼓啊。之后妈妈觉得我可能好像没有那么的随便乱打，就那时候我才5岁，就把我送去当时很有名的一个老师。嗯，就老师就说年纪太小了不收，可是那时候钢琴已经买下去了家里。哎呀，对，之后两年后就有问嘛，那什么时候收？老师说至少也要7岁。嗯，7岁的时候，我妈妈又立刻把我送到那个老师那边。然后那老师就说，因为他时间太满了，排不下那么多学生，他就翻了一个谱给我看，他就叫我弹。然后我也没有学过，可是我当下真的弹出来了。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天方夜谭，真的是天赋。我以为只有郑敬一。真的，真的，音乐才子啊！真的，老师那时候也很惊讶。老师那时候就，你有学过吗？然后我就也一脸很懵，我就。弹碎就会了，跟鬼一样的嘿，第二没有感觉，从小就可以弹了，所以7岁是吧？不是，他不是跟郑基一学。OK， 那不是神童吗？可是就那一次而已，后来都是苦练起来的。那时候后来老师，所以当初老师翻给你谱那首歌是小蜜蜂吗？不是，就是类似一些简单的手指练习，那我们就哆咪嗦嗦嗦嗦之类的一行而已。OK， 相信各位，因为都是艺人嘛，各位艺人在这音乐这条路上，我想多少都有涉猎。当然当然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音乐考试啦。好，老师，我们要考试之前啊，反正要看，我也是。没有啊，学生都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请问老师是单身吗？对。那我可以上你的课吗？我可以上你的课吗？可以。一堂7万。7万。去花妮那里上课。对。哦，来，我们今天要考试，对不对？老师会弹这个用小提琴拉奏一条曲子，嗯，那你们要猜这首曲子是什么歌曲，而且我给各位一个线索，它是什么歌？好棒的提示，好棒！流行歌哦，流行歌。来，请问第一曲《情了》。请作答。不知道，太简单了哦，是太简单了。现在不要用叫，给我拖时间。最流行的，真的。来，请看。说好已哭。鬼的，还开谎腔。已哭，已哭，已哭。说好哭过了，他哭过了。哦，说好不哭的，说好不哭，说好不哭，不哭啦。没有一首歌叫做周杰伦，周杰伦的歌啦，想不起来，老师。等你下课，等不到。等你下课，另外一首啦。我以为你下课是在教老师这首歌。对啊，好，两分蛋哈。哎，你们俩不错嘞。当然啦，当然这一定要跟上那个流行。好，刚刚是说好不哭，我们懂啦，我们懂。那个五月天跟阿信。哎，老师拉得很好哎。好好听哦，好看，真的。来，不要啰嗦。第二曲。还不知道，不知道歌名。Thank you.
好有情感的感觉，对啊，气氛真的很棒。好，来，请解答，一二三啊，有点忘记了，真的不是。预备起，来，你说蓝色是您最爱的颜色，我没有叫你解歌词，这是第一句，真的忘记了，这是第一句啊，我记得是。朋友有一个是朋友什么什么别我们是朋友吗？以后别做朋友啊！对，是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来，正确答案是周兴哲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同手啦，同一首，那是第一句。对，那是啊，对，那是第一句。啊，是这首。对对。好，没事没事。哇塞，我高级的。预备，第三句准备好没有？好，所以好，预备。老师拉重点，拉重点，开始。停，还哪一曲？再来一次，三秒，让我看可不可以猜对。好，来，再多一点点。七，一，二，三，来，你怎么看？我可不可以再多三秒？好了，请老师认真拉一下，我们顺便欣赏。老师，请从头开始。哦，这么简单啊！哦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那个，对，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我飘向北方，天上滚动。继续，继续的。我们只想看你拉。我跟你讲，提示是。他最近在 Facebook 上面有这个真人，好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要调下北半，故意调下北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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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正确答案是这个北调向北方，哎，乡音啊，调向北方。我个人认为，整个音乐来讲，小提琴最容易表现出内心的情感跟这个歌曲的情绪，尤其是悲伤的歌。嗯，我跟你讲，他弹拉探戈很好听，拉 jazz 更好听。哦，Tango，刚刚懂什么？我懂什么？他是在骂你哦，你懂什么？懂什么？因为我以前有一个专辑，他所有的 jazz 的音乐全部是小提琴拉的，哦，很棒，所以他很能够诠释各种音乐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让我们听听看呢？女人香。好，哦，哎呦 ，Tango。